阿妈一百块来了。对啊，你安那边？好，你站起来好一个。阿妈，我一百块什么来？我想要送你，你家讲要免走的，对无？大，你是你家讲的哦吼。来，你听我讲嘛，嘿，我无甲你免叫，有影啦，这歹势啦，我来甲讲啊，较大声要讲死啊，讲笑话，讲笑话，知影咱咧讲话，较较较小小啊是啊，歹势呢。才一百块对啦，我加一块，你要死吗？一百块，咱花伊也是来较趣味，唔敢无走，咱有可能，用冰糖哦。一百对，来头来条，都莫来。啊，四百、三百，你有鱼冻凉，凉菜，拢好食，阮只话三味炒韭菜花，一百块你有油无？够有人来？嘛，无我大啦，嘛我大啦。
你单车啥物来抓去哦？这里过一百块，拢总无人来。好，一声，一百块。最后问一摆，啊，若无我提乌皮面面条，啊，若真正乌皮问题，有买也好，无买也好啦。上济啊，这只上济啊啦，一百块。这里如果一百块，还有人来，无吧？一声，第二声。我即摆乌皮，甲你问一两项啊啦。还佫五个月以后，五个月后来啦。要食啥？这包即个两百块。这包即个你甲看一下吼。用棍哦，用棍迄无啊，用棍无啊，真正无啊。这包只两百块，今仔卖完啦。这包只两百块，好食包只啦。这包只还有人无？鸭子还有整盒的吗？有啊。有，我要一盒。好，两百块包只啦，你敢有人来？好食包只两百块。无人啊，我先改修改。你今日要搁买啥？点一两半，五块啊，好不？阿姐，这一只嘛，我台六十七十，才两百块。我先讲一下，这无台哦，这本钱尔，这只搁送你。然后你话咧，两百块。我嘛，我改修。我要搁吃五块啊，最后剩只搁两百，才百八多。这盘五块啊，五块哦，最后剩只拢无啊。我吃啊！还佫有人来无？有。七只来啦，佫两包好无？五块还佫两包好无？一盘五块还佫两百块好无？两。讲袂伤暗，讲袂伤暗。阿明，阿哥。这个这个叫做海鲜卷啦，一百块，一百块。这个叫做海鲜卷啦，卖讲开五百，开四百啦，这个海鲜卷来啦，新鲜菜菜啦，粗粗俗俗多多的来啦，一百块，还有人卖。这个海鲜卷够有人卖无？卖讲开五百、四百，规地后都去蒸好吃。这大盘搁一百，那有人来？你要吗，小姐？你自己，你小姐来啊！来，安尼，你到尾搁买啥？点一两盘好无？较袂无聊。点一两盘，鱼仔要吃啥？点一两盘。你爱啥？点一两盘。你得看吃。三百一块啊！有一包无啊？一百块。这个怎么卖？一百一百。两时啊，八五八哦，来捧来，你看你写。这外面一斤两接近三百块啦。我这个抓了一条，大概要160、170了。我看好个嘛。八五八。啊，到你嘛的的。五八。八点钟。先生啊，恁动出来，恁硬安尼哦。三两担啊。系啊。我唔用太边起来，有分量就。你当个两只，一只甲细担，背一包。你大大啊，甲煮，足好食个。冷冻厉害，足鲜足水个，软丝啊。够有人来无？五百块。就是你写本字，你写哩。五百块。上面看，看贵个看。虾米啊？
你看我三十米好无？虾米哦？一盘虾啊，虾米来？我真侪人会甲招条好无？卖讲开500，开400，一盘泰国虾有人会无？200块，我招济200块，200哦，这真正要拼的哦，管他的，要回家了啦，拼的啦。200块啦，一盘虾子外面一斤就要200-300块的啦，这里大概要600块，两斤连续超过了啦，管他的啦，出小鱼。当爸，这只虾话声啦，400-300。哎呀，这虾要吃话声啊，我无咧跟你开玩笑，我是要死我哈，这泰国鱼，两斤一斤皮也卖无100块银啦，凊彩啦，下落去啦，200块啦。要吃虾，搁有人来无？最后一届，啊，过来换虾米，要虾米吼，有虾米啊，凊彩，要回家了，拼了啦！一盘虾搁有无？最后搁一届，200块，我过来。鱿鱼哦，好，啊，要吃虾搁一届啦吼，莫讲开500-400，只虾我最后搁问一下，搁200好无？200，是大盘啦，来200块。我卖啦。嘿啦，伊要吃花虾啦，实在。即即阵啊，无同我俗啊，最低级就是安尼啦。一盘虾搁200块无？200块，有人来无？无人来，真正无人来啊！气死啊！我实在最后剩只咧，剩三尔咧。然后后尾就做咩事啊？即泰国虾啦，最后无来啦，你来袂到拢无来啊！我最后招一个人去，你。看起落死啊袂，一盘虾差不多吼，7-8斤重，讲真正，我最后招一个人去，500。